2022米希勒史运动嘉年华彰化经典对抗赛，中华队对上福尔摩沙台新梦想家，27日在西洲公园热烈开打，吸引球迷前往观赏。那今天是由中华台新队对台新梦想家的比赛，那明天是由中华培训队对伯利利欧，伯利利欧也是我们彰化在地的球队，这次第一次亮相，那所以呢，我们热情的邀请全国的朋友来我们彰化西洲公园的球场来参与观赏这个经典的赛事。那经典对抗赛今天来西洲公园举办那执行单位把现场搭建起来也非常用心，那5、6年来这个让请假的时候有一个这种响宴然后大型比赛的响宴然后大家全国球迷来到彰化，然后来借由运动来行销彰化的。2022米希勒史运动嘉年华彰化经典对抗赛首战由中华培训队出战福尔摩沙台新梦想家，28日由中华培训队对上首次亮相的彰化伯利利鹰篮球队。精彩赛事引爆球迷热血沸腾，一起为在地球队加油打气。公益频道彰化云西周采访报道。